哇哦，死给！让我看看你的脸吧。这也为什么让我想到，让我看看。听说你很勇啊，在你接下来会抵达的世界，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生物，人们称它为 Pokémon。罗亚皮皮与所有宝可梦相遇吧，到时我将会现身于你面前，然后后面要挂号让你捕获，这样。干 iPhone 掉下去了啦 ，iPhone 要坏掉了啦！Wake up! Wake up! Wake up! Wow! Wow, 各位！欸，他左上角那天空是怎样？好酷哦！这是什么？欸，你从空中掉下来，吓坏我了！太好了，看来你还活着。我要什么？你是谁？那是我的台词。现在从空中掉下来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话说来，你的打扮真是难以形容。等等，欸，我不会真的是穿越吧？那么你的名字是？啊，罗亚皮皮，嗯哼，听起来是个很奇妙的名字，但我相信有很棒的含义。嗯哼，博士，我常常帮助一些俏佳人。我常常帮助一些俏佳人，好哦。我可以采集素材吗？有没有翔虫之类的？哦，有什么东西发出了亮光？嗯哼，欸，这不是我们刚刚的手机吗？智慧型手机，该不会是自己的智慧型手机？形状不一样，然后可以哇，这个有阿尔宙斯味道的手机耶，可以哦。手机上面有一个讯息是什么？我将阿尔宙斯手机与使命托付给你。为什么？这让我想起一部动画，有一部动画穿越，有一部动画不是那异世界也是什么手机侠的什么那一部动画有没有？各位，去与所有宝可梦相遇吧。哦，好 ，OK。现在是要我要选哪一只，对不对？看我要选哪一只啊？抓博士啊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抓。欸，博士，欸，不能，你打算对我投出精力球吗？那也真是 oh thank you。喂，欸，好酷哦！等一下，有点酷欸。话说完，你不害为什么？这个时期的人是害怕宝可梦，是不是？他这样讲，他说我居然不害怕宝可梦，我觉得就算不了解沙奈朵也不会害怕。欸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古代的宝可梦不是有人真的可以跟宝可梦结婚，不是吗？嘿嘿，干，手机响了呢！欸，是不是阿尔宙斯打电话过来了？加赖啊，可以，外来种。嘿，hey ，你知道拉本博士吗？就是那个从远方来到这里的博士。不过他会让宝可梦给逃走，一点都不可靠。欸，直接在别人后面直接说坏话，欸，太呛了吧，有点屌。要是我没被宝可梦那一招电击给电到卧病在床，也不会让那三只宝可梦给跑掉。嗯哼，就是说啊，明耀，他是哦，我知道他是明辉的祖先，对不对？明耀，我懂了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要让他加入调查组吗？你又在随口说说了，我们怎么可以让那么奇怪的家伙成为伙伴？我准许。谁？哇哦，这又是谁？不过前提是这个人必须要有配得上调查组的实力。我是婴儿队调查组的组长星月。哇哦，好哦。真的假的？水水他好奇强的可怕吗？哇！哦，这怎样？哇哦！捕捉大牙里姆克啊，这是我们的任务吗？捕捉大牙里姆克跟小猫怪，劈头就要捕。哦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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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简单啦，各位 ，easy。
OK， 好好奇怪哦，有一个东西绑在，对嘛对嘛，哎、欸，你看你看，连 NPC 都吐槽你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很不搭。为了完成宝可梦图鉴，也是为了在这里生存下去，我务必要让罗亚皮皮通过测验才行。为此，身为博士的我可以提供协助的就是，哇哦，啊，我要开始选了吗？我要开始选了吗？啊、哦，看我要选哪一只？厚礼靴，来选一只中意的宝可梦当你的搭档吧。Oh my god！ 哦，不能全都要吗？决定了，就是你了，火球鼠。凯西，完了，另外那只，我看到水水他的表情好像很哀怨哎，他看着说：“干你妈，不选我，你会后悔的。”我跟你讲，兄弟，他的表情就是这个表情。来来来，聚合聚合！怎样？电光一闪！哦，我可以移动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可以移动哎、欸！站中间，哎、打我啊！哎、欸，没有，还可以去帮他挡招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有猫饭可以吃吗？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有猫饭吗？这个制作台吗？休息。道具箱，你敢跟我说这不是哎、欸、超像魔物猎人的、啊、这个营地，哎呦哎、欸、大牙里耶，注意哦，呵呵，好可爱啊，哎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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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偷偷的偷偷的，我丢，哦有了，哦碎碎碎碎 nice nice，哎、欸，还蛮有趣的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好可爱、啊，我的天、啊！哎、欸，我可以帮他挡招吗？火花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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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！我会受到伤害，等一下。哎呦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！哇哦，我们有衣服了，各位，耶、yeah, ！脱光光，脱光光啊！不是啊，我是说换衣服了，换衣服。啊、哦，好可爱哦！真受不了！昨天提供你给你的房间，今后你可以继续使用。这个也拿去，什么东西？真的鞋子怪怪的。哎呀，哎哎，这样子，哎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各位，哎，这样子 ，OK OK， 看起来就是打扫家里的那种家庭主妇的感觉。那么就让我来称称你究竟有几两重吧。准备过吧，哈哈哈，这么 突然的啊！哦，好，来，全力碰撞，来，哈哈。哎，我真的撞上去哦，干也太好笑了吧！我突然很想要吐槽，等一下。哇，真的是魔物猎人，可以。哇，他刚刚的表情非常自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看我会闪避这样子，好像很厉害这样。宝可梦招式非常强劲，只要是吃上几记就会昏的过去。OK， 哦哦哦哦，这个不好抓。喂，哎、欸，等下按错啊！哎、欸，干不见了，我的，哎、欸，喂、欸。哦，我有我有，哎、欸欸欸，哎、欸、嘿，看我，哦，他这样只会一只而已啦，他只会有一只而已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另外一只也走过来了，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哇，真的假的？他这样也会加入战斗？好、啊，上吧，火球鼠，就连我一起打吧。千年杀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撞击，看这一代的战斗系统超有趣的啦。可是没有，他虽然这样子动作上很像魔物猎人没错，但是他的战斗系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变得比较有代入感吧。我觉得代入感还蛮重的。
哦，我们升到一星了，各位，斯巴拉西，噔噔噔噔，啊，我从外面看得到他们吗？哦，可以耶，啊，好酷哦，啊，好可爱啊，可以逗他吗？我可以丢他吗？再捕捉一次，哎呦靠！哎、欸，这可以丢进去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喂，我就老实说了，嗯哼，哎，说什么？哎、欸，要让宝可梦战斗简直不可能。虽然我好歹也是调查组的人，身边也有搭档在。啊，搭档。哇，皮卡丘哎、欸！哇哇哇哇哇！哎，我可以走进去吗？哎、欸，我可以走进去、欸，走进去被电吗？好像也蛮不错的、欸，我就走在这边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嗯，好，有点烂，嗯。哇、wow, 哦，我怎么这是什么？贝里拉，警卫组的组长。当宝可梦融会贯通使用招式后，它就能改变招式的性质，就是这个什么疾风啊、钢猛啊，这个对对对。另一种则是疾风，虽然招式的威力会下降，但是能够更迅捷的使出行动。嗯哼，够够了，够够了，我们已经抽完了。嗯，